屌，还是有好多人来啊，今天很老的天了。吃过我们南京家楼下蘸鸭子有的一拼哈，他们也卖鸡内脏，你们可以替我来尝一尝。这是苦瓜排骨汤，苦瓜汤看上去也很黑暗的样子。我感觉喝的是黄连汤啊，为啥不上火了？我跟你说。我姐老汉子看起来没有食欲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喜欢吃这些东西吗？这个鸡肉真的是超级无敌滑，就算是鸡胸肉也挺滑。配上黄瓜以后，就是那种清香的口感，怪不得他们没有配别的蔬菜。这个龙眼直接看上去没什么食欲的样子，皱巴巴。喝起来就是广东糖水风格啊，宝。总结一下，它这个酱料就是咸鲜酸辣。这个小块块是生姜啊，如果你不喜欢吃的话，就小心一点。